湿疹的显著症状。湿疹的症状常表现为多形性皮肤损害，如红斑、肿胀、丘疹、水泡、泥懒及苔藓样变等，或伴有渗出液。发病部位大多对称分布，尤其是瘙痒剧烈。慢性湿疹多由急性或亚急性湿疹反复发作转变而来，表现为皮肤粗糙、增厚、部分苔藓样变，可有抓痕、结痂、色素沉着。皮疹多局浅，常见于手、足、小腿、肘窝、月活窝、白阴、肛门等处，多对称分布，瘙痒剧烈，呈阵发性，遇热或夜间较重，病程不定，易复发，常经久不愈。缓解湿疹的三个食疗小妙招：一、食盐，明矾，食盐6克，明矾15克，开水冲化洗患处；二、红枣扁豆粥，红枣10枚，扁豆30克，红糖适量，将前二味加水煮烂熟，加盐红糖，服食。三、淮米，淮米微炒，研成细粉，渗出液多者，将药粉直接撒上，日3-5次。渗液少者用香油调成糊状来茶。四、薏苡仁粳米粥，薏苡仁、粳米各30克，冰糖少量，将薏苡仁、粳米共煮成粥，再放入少量冰糖，做点心食用。一般使用一段时间，湿疹、荨麻疹、皮炎等皮肤病的症状就可以完全消除，并且不易复发。经验证，痊愈且不复发的人群高达90%以上。如今中医受到重点扶持，网上有专门的企业店，现在网上就可找到该药膏，患者朋友注意辨别真伪，以免上当受骗。湿疹的日常护理注意事项：一、沐浴方面，洗澡用温水淋浴，保持皮肤干净，患病期间不要用化妆品，这样会使你的病症加重的。二、加强锻炼，每天适当的安排一些锻炼活动，从而提高我们的抵抗能力，避免疾病的发生。三、衣物方面，穿棉质衣服，夏季流汗多，要勤换衣服。在衣服材质的选择上，建议穿棉质的衣服，因为棉质的衣服比较柔软，它对我们的身体皮肤的摩擦比较少。夏天穿棉质衣服吸汗性好，衣服不会粘在身体上，这样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，预防湿疹。四、饮食方面，少吃一些高糖的食物，因为人体如果摄入的糖分过多的话，就会导致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，皮脂腺分泌就会增多，从而引起痤疮。不要吃辛辣的食物，如果患了湿疹一定不要吃过于刺激性的食物，因为这类食物吃多了会上火，而湿疹本属内热。不要吃海鲜类的食物，海鲜类的食物过于刺激，湿疹属于过敏性皮肤疾病，海鲜对康复很不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